这球是中间方向落地，成为了一支安打。而且这个球还比较外角，但还是可以有办法能够带拉的方式啊，拉一个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。这也是黄伟成上来之后被敲的第一支安打，外侧已经这么低了。对，这个球没有失头，没有失头，只能说张。哇，反方向这个球落地，会是一支长打，而且现在李远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了。哇，完全打在一个大空档上哦，因为右打林立站位比较靠中间一些。想要塞一个内角速球，但这个位置没有塞进去哦，有点走到一个比较偏红中位置。那吉吉要恐慌，这个球其实击球点有一点点比较里面，所以反而是形成吉他反向的一个深远飞球。那脚程很快，张振颖其实是蛮轻松绕三个垒包回来，拿下魏全龙队的第八分哦。